我们邀请第一组参赛选手入场，现在我们将依照出场顺序为您介绍参赛选手。From Thailand, Micah K. Leonard， 来自泰国的选手。From Hong Kong, China, Leslie Man Chung Yi， 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From Mexico, Donovan Carrillo， 来自墨西哥的选手。From Chinese Taipei, Micah Tang， 来自中华台北的选手。From Canada, Elijah Balde， 来自加拿大的选手。From Hong Kong, China, Harrison John Yun Yong， 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Skaters, please start your six-minute warm-up。请选手们进行六分钟的赛前暖身。来自泰国的选手今年16岁，是全泰国第一名的选手，热爱演奏钢琴。他目前在加拿大温哥华受训。来自中国香港选手曾经代表过加拿大，这次他所使用的音乐是来自《卧虎藏龙》的电影原声带。来自墨西哥的选手是墨西哥的青年总冠军，除了滑冰，他也非常喜欢跳舞。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四大洲的锦标赛。来自中华台北的选手出生于美国亚特兰大，他7岁开始学习滑冰，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四大洲的锦标赛。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母亲是俄国人，父亲则来自几内亚共和国。他也是7岁开始学习滑冰，曾经在2008年获得加拿大青年选手冠军。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在美国出生受训，除了滑冰，他也喜欢国标舞。他的教练曾经是知名选手关颖珊的教练。
skaters. There is 1 minute left in this warm-up. Skaters, your warm-up has ended. Please leave the ice.